训练乡130年度南岛风情大戏第五舞动文化研习班3月1号正式展开，为期8堂的课程，每个星期五都在原住民文化馆热闹登场。乡公所专员葛秋夫和原民署所长郑秀英也向大家致意。因为这个大戏地的这个舞蹈，我们已经看过2次，他们的表演非常好。有一次在湖口饭店，有一次在这个我们的回南湾的这表演，很得乡亲们的支持跟关心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先养好，把最好的成果展现出来，让我们的新城乡呢更能够亮丽。每一堂课都来哈，我们4月20号是一个成果展，如果这8堂课都有来的学员，完成课程的学员，我们会送他。在成果展的时候有一个花冠，让你真的就像舞者一样，享受这样的一个研习的课程。如果大家反应很好的话，那我们会继续再开课。有60个人参加，不分老少，真的就是很喜欢这样的课。校长课代表示，希望借由基础以及专业培训课程，激发原住民族独特的乐舞文化，发扬南岛民族大溪地舞蹈传统舞蹈律动，永续连结在地文化与乐舞激动会友，表现原住民族热情以及才能，并且以在地音乐乐舞和国际交流互动，丰富族人们的内涵，培训部落族人们风情乐舞专长，并且在家庭当中发挥潜移默化的效果，在传统乐舞当中获得自我肯定与认同，刺激族人们乐舞律动的造诣，经由课程洗礼，能够持续发展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并且能够发表创造在你的机会。